跟朋友在北海道喂食熊熊。那是什么？大黑熊。那其实是棕熊。你看它会接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不是我在说，你是真的在乱丢垃圾。给我一次机会。中间那只好不好？可是它不是很会接。你不会丢，还没怪人家。请先反省自己。技术问题。都给他。有。好厉害。哇。乌鸦起来代表什么？你看到你，看到妖孽。朋友爱开玩笑，这只有点可爱。他们会不会以为我跟他一伙？你好可爱，好想摸你。好，下去。是在害我。最高级的巧克力，我要亲自。你很大胆呢。真的很香哎。那是熊的零食。我们在这边取暖。啊，丢给他。毫无反应可言。好心疼哦。你的外套有没有考虑要借他们穿？我。工具抓了，抓到了，咬到了。Nice.